博士你好，又是大細超的時間喎。好啊，呢個禮拜好多好多新聞啊。咁啊，首先講第一樣先啦。係。咁咧就係、是、港澳版係嘛？港澳版嘅就話要嚟幫手搞呢、這個香港要搞呢個劏房問題喎，係嘛？如果搞劏房喐到中央，港澳版開聲。係啊。其實真係好丟臉啊，特區政府。咁你俾咗咁多次機會你做嘅喎，都搞唔到喎。咁而家佢嚟啦，佢嚟幫你啦。講就好易，你做工作嘅人講最易，邊個唔識講？立正，你真係落實執行不容易。而家佢又搞啲話租管啲，劏房租管啲，管唔到噶。你有張良替我過，係嘛？好多花神嘅香港人，好多花神嘅，咁啊此其一。但佢話呢個香港人絕對歡迎啦，你解決嗰個民生。係啊，係。但香港而家你係。樓價租金是太貴的，沒錯，事實真的是太貴的，沙田都賣了四萬多元錢。蛤？哪裡啊？新世界說重建那兩棟大圍上蓋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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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萬多元錢。哇，是啊，那些是啊。那你四萬多元錢，如果你七八尺就二千多萬，很驚人啊，很驚人啊。那如果你打一份工，我當你打十萬元工一個月，你儲不到首期，沒什麼機會。你到你儲三成首期，成三千萬，你供二千萬，你怎麼辦？沒什麼機會，很渺茫，即是對你人生是很渺茫的，這些。所以他們由回歸前到回歸後，無論在個政治上，在個經濟上，是沒有做到什麼，只是靠炒樓啊、金融啊，這樣頂住社會。那個他們有難題的，他們不敢出聲說，他是個高地價政策。但你又說回頭了，即是講說話要公道的，你又給老懵懂百萬他冧了樓市，很多人燒炭的嘛，是啊，負資產的，空中飛人的。如果你不是曾蔭權上回來扯回起這個市，私人才吐到氣。啱啱先，因為你最大件事咧，你香港咧，中央政府俾咁多優惠你，又俾咁多啲自由行你嚟香港頂住個經濟啫嘛，零三年之後啱啱，係，同埋又俾個CBA你，香港政府冇做到嘢啦，係個CBA，係，完全冇利用到嗰個優勢，係，真係冇利用到，你香港好多做輕工業區啊，做成白曬。跟住咧，啲嘢直翻中國免税噶嘛，咁你香港人好多就業機會啊。同埋香港又冇要求出，而家你講嚟講咧，佢都冇cut嗰個單程證來港嗰度，嗰度其實要cut一半，cut咗一半先，等香港個減咗額先，因為而家你失業人喺度多啦。房屋話居住唔夠啦，你年幾萬人，成五萬人，五萬人即係五萬個家庭啦。咁佢如果嚟咧，好叻嘅喎，有人教佢喎，嗰啲民建聯啊、土共啊、工聯會嗰啲，佢哋又自己又好叻嘅喎，申請乜嘢都快過啲香港人。係啊，往往係比較快啲嘅。佢往往快啲咧，佢係用啲唔正當手術、手法，又頭暈又身氣，扮鬼扮馬扮到咧又死掠。是啊，咁咧就麻煩到你嗰社工人士啊、社會福利啊嗰類啦，優先俾先，變咗佢優先嘅，所以佢哋好多人話點解有冇搞錯嚟得咁快啊？我有落嚟一兩年啦，落嚟兩年就有分到公屋，分到公屋，點解你分唔到？佢哋做戲做曬啊！係啊，咁呢啲咪流動咯。當然而家你夏寶龍、萬寶龍啊，我叫做分名啦。喺萬寶龍名牌咧，大佬。啊，夏書記，我哋讚你啊！萬寶龍係名牌嚟啊，唔係叫你夏寶松啊，而家叫你萬寶龍啊，世界名貴墨水筆啊，大佬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
好貴㗎。係啊係啊。佢有啲特價萬寶龍咧，哇，成幾萬蚊美金嘅資源。特別版㗎嗰啲啊。係啊，嗰啲紀念版。所以而家你萬寶龍書記啊，當然歡迎啦，全香港都呢個民生問題，同埋俾好多指引咧，係即係特區政府要做嘅。佢睇到特區政府啲官員咧 hea， 嗯，咁但係你冇理由而家先睇到啊 ，hea 咗廿幾年先睇到，忍咗好耐嚇，啱唔啱？即係佢就算佢而家講話嗰啲完善嗰啲選舉機制，唔係而家先睇到啦。如果冇事嘅就唔使完善個機制啦，即係不嬲都有唔完善嘅，你又係唔肯做，係，即係你成班由董建華個吳家丹開始咧，冇撚做到嘢，成扎盲工黑弟，要阿爺咧走去做研究、做專項小組先睇到咁多問題，即係起咗廿幾年，係啊，但我哋好早講嘅咯喎，我回歸前講喎，我哋。唔好撚搞呢啲嘢啦！英國佬離開咧，梗有地雷嘅。啊，俾個立法會、垃圾會你玩，玩撚到你有冇頭暈眼花？而家 DQ 咗200多個區議員，我係最撚贊成嘅。係。個撚我偷黑擺騙，唔係得撚罪啊！而家你話佢入選個門檻，啲候選人要篩選、要審查你資格，一早要做啦。請問工都有個學歷啦，都有個面試啦。冇人乜撚都冇，真係報名咪屌你咧，出到位啦，係咪啊？呢啲係完全錯誤嘅，即係你啲人咧由頭到尾錯。回歸前已經做定咗呢套嘢，回歸前要完善咗套嘢上場㗎，咁你咪冇加做個弊。